打擂就打擂，连我都不敢称什么镇河术，你才练了几天啊？啊！为了引高手切磋，才出此下策。闭嘴！还敢狡辩？高手没引来，怕是要引来一场祸事啊！哼！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出头，真是什么大话都敢讲。 子正这个后生，虽有些狂妄，但也还算本分。打伤人也没什么，只是这具镇河术，一定会引起各门各馆的公愤呢。还请齐老、四爷、七爷、张大哥帮忙调解，日后。 我定会好好的管教这个不成器的徒弟。啊！去看看。啊！走。师傅，他们闯进来了。郭师傅，这是何意啊？哼！郭师傅，打擂你得有打擂的规矩，你这么做。 怕是伤脸面了。规矩是得讲了，我来不是为别的，是为了讨回我郭家的东西。还请齐长老做个见证。郭兄这话，在下不懂。纵土偷权，照规矩。怎么个理儿？那就封管废武功。好。此人。 打擂的时候露出了马脚，他能打败我徒弟，是因为偷学了我郭家的拳法，摸清了破绽。柳师傅，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师傅。刘某实在不知，愧对祖宗，还请郭师傅责罚。郭师傅，用人的为人，大家都知道，不能因为一个猎徒就毁了一个门派呀。还是这样吧，选个吉日，让柳氏翻的拳，摆一桌谢罪酒，您看如何？是啊，郭师傅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啊。是啊，是啊，也罢。 看在几位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可是我郭家的东西，我亲自还。师父。啊！啊！喂！ 你我师徒缘分已尽，再不相见，你走吧。师父，师兄，你的伤还没好，你先别动。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难道让你死在这儿吗？爹的心也太狠了。这不怪师父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师兄，师妹。 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师兄，你别多想，就算是你两条腿都废了，我也会在你身边的。你先好好养伤，等过两天你伤好了，我再去求爹。
让他把你接回去。叶禅，爹，师父，还不跟我回去？爹，回去。你能发现问题，及时告诉我，算是立功了。那柳家以后很难在武行立足了。只是不知道这陈子正从哪里偷学的呢？这个弟子也不知道。你帮我查查。是。我知道，你一直想学郭家的三十六式绝招。弟子不敢妄想。哼，徒弟多了，场面虽然好看，可需要提防的东西也就多了。这世的人心难测呀，今天跪在地上三拜九叩，师傅长师傅短，明天学了你的功夫，第一个失手的就是你，做师傅的难啊。师傅如再生父母，弟子万万不敢。你知道就好。起来吧。谢谢师傅。师傅啊，不是不教你，是时候未到。全凭师傅做主。桌子上的饭菜给你娘带回去吧。谢谢师父。注意动作的速度、力度，脚下要有跟。翻子拳讲究的是一个闪字，闪转腾挪，快如闪电。娘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有气无力。力度，马步太大，要有跟。子正，给他演示一下。师父。给你们掌柜抓过贼，给我酒喝！滚！自己就是个偷权的贼，别脏了我们家门面！站住！你说谁是偷权的贼？说你呢！给我滚！哟，这不正和硕吗？您老这是在这练什么把式呢？你是谁啊？想不起来了，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。你有酒喝吗？想喝酒是吗？有酒，来，把酒拿来。酒，给我。在这只手呢？哎。好酒。我的酒。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我爱喝酒。上回他是打折我哪条胳膊来着？
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张强，今天爷都给他废了。滚！师兄。师兄。我要喝酒。师兄，跟我回家吧。师兄，本丽啊。师傅，师傅，交代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正在查，有人发现他常在咱们武馆附近出现。哼，这个畜生！刘永仁守土不慎，该遭这个劫难。啊，我仔细考虑过了，准备。收你为入室弟子，教你郭家36式绝招。真的？除了本家和花重金的，你可是第一个呀！谢师傅，弟子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好，起来吧。丫头，小心着点，别摔着了。话说巧妹都已经20了，她娘死得早，我这做爹的不能不为她的将来考虑啊。知道吗？现在全雄县都知道我们尚德武馆出了一个偷拳的徒弟，我们还有什么德行？还有什么脸面挂这个招牌？那你就忍心让他在外面受苦啊？那是他咎由自取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，他怪不了别人。爹，朝夕相处十几年，说是你徒弟，和你儿子有什么区别？他犯了武行的大忌，就是我亲儿子。我也会这么做。这些武行的破规矩对你来讲就这么重要吗？我看你就是无情无义。你，我师父徒弟多，除了几个本家和筹了重金的入室弟子，没人能学郭家36式。哎，武行里陈旧的规矩太多了，别说你们武馆里，各门各馆之间都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，固步自封。长此下去，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都得废掉了。我偷学了几招，要不我教你郭家拳，你教我番子拳，咱俩取长补短，你看怎样？这样不太好吧？万一让人知道了，不得了的。没事儿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能知道？走，啊，走、哎、走，不好，走吧。哎不错呀，
师父，来世再等你的主题。我练了十几年，就练了这点出息。师父，徒弟鬼迷心窍，偷学了拳，坏了您的名声，实在没脸活在这个世上。不光是偷拳坏了规矩，你挂镇河硕这个牌子更是犯了大忌。你要知道，人生大病就是一个傲字，人一旦狂傲就会迷失方向，看不清自己。这些年你只顾着强身练武，但你却忘了习武之人，习的是武，练的是心呢。师父，徒儿知错了。向东二百里有个李林庄，你去找一个叫林成友的人，或许他能治好你的病，好自为之吧。你别喝了，别喝了。我心里苦啊。你说我爹他怎么就那么狠心，废了不算，还把我师哥赶出门外。你说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？你爹也有他的难处。他有什么难处？还不是为了他那点破面子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跟我师哥一走了之了，至少那样他心里还能好受些。别喝了，别喝了。你让我喝。本力哥，你还记得当初咱们刚认识的时候吗？那年我爹和你师父比武，你在身后端茶倒水。混账东西，怎么办事呢？师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丢人现眼。那年你十岁，我十岁，我师哥十一岁。可要是你是我爹的徒弟，该多好。是啊，那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好，只要有口好吃的我们就开心的不行。也不用管什么江湖规矩。可惜再也回不去了。你别喝了。你别管我。你又不是我师哥，你凭什么管我？你想喝是吧？想喝我陪你喝。这就对了嘛。喝。叶晨，叶晨，来。师哥，
大哥，出去了。哎，大嫂，今天这么早？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是。这位大嫂，向您打听一个人。可知道林成友林老先生家在哪儿？让开！还没出嫁呢，叫人家大嫂，不推你推谁呀？哎，大姐，那您可知道林成友林老先生家在哪儿？她就是林家的闺女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节哀，林老先生过世了，你赶紧走。还在这儿？我是来求医的。你来晚了。林老先生医术高明，姑娘一定得了真传。我不会。
是啊，我是来求医的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哎，哎呦！叶晨，我会娶你的。滚！师娘，叫你半天了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师父跟你说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？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。师娘说的是巧妹的事。别以为你受了多大委屈，凡事儿多想想为什么，再想想凭什么。如果你甘心一辈子受穷做人下人，我也懒得劝你。可是我知道你是个不甘心的人，想清楚了，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。
我跟你讲，这种伤就得把这伤口再敲折一次，知道吧？别动啊！嘿，停，姑娘，怎么了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怎么不行？我这水平没有10成，至少也有50成。什么？50成？是你求着我给你治的啊？你现在又不信我了？你到底治不治？治。躺下，躺下，躺下，别乱动，乱动我就敲歪了啊！就这么一下，忍忍就过去了啊！嘿，哎，我说姑娘，又怎么了？如果我这腿敲断了，还是治不好，这……没事啊，躺好了。我要是治不好，就让我爹从山上下来。嘿，不治了。明天跟我上山。林老先生，我求医的。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啊？不让你带人上来，你都忘了？我知道，你不就是怕输给我教书，晚节不保吗？江老头，真是好手段呐！啊，别猫着了，赶紧给我出来吧！我就是试一试。哎呀，这不是给焦老头来探路的吗？看腿的。还真是求医了啊！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啊，带一个男人上山，让别人看见了，像什么样子？又有啥呀？就像你玩活出丧，我带男人上山咋了？我能不带他上山吗？都在咱家住了好几天了。啊！程英雄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你终于找到个好女婿，啊，好事啊！啥？兔犬？说到兔犬，其实是有隐情的。唉，管他有啥隐情呢？啊，再说了，就算真的偷犬又怎么样啊？老子的犬，要么是偷来的啊，要么就是自创的。你师父是刘永仁？是。功夫是被他亲手废的吧？前辈怎么知道的？老林，咱别的先不说啊，就凭这小子敢偷拳，他这个伤你得给他治。哎，现在敢离经叛道的后生可真不多了。不治，我看不上有辱师门的偷拳贼。啊，你这是骂我呢？治不治？不治。治。不治。治。不治。治。就不治。哎呀，没想到为了躲我，你还跟我玩起了炸王的游戏啊！哎，我以为只有我会怕输，没想到你比我还怕，是吧，闺女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当时听到你过世的消息，我是大哭了一场啊！哎呀，
现在想起来当年闹义和拳那帮老兄弟们没剩下几个了。这真是耳畔平闻故人死，眼前已是少年多呀。我都没想过自己啊也有老的这么一天。二十多年了，从来没赢过你一次。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啊，不过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赢了。老子再赢不了你，我他娘待你这我就不回去了啊。你他娘的有完没完了？出去我就出去。臭丫头，对叔就这样。停！啊，马不守紧啊！这样，收紧。你可听好了，我现在这套拳那可了不得，那是我从厨子切萝卜的刀法里悟出来的，苦练了三年，嘿嘿，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庖丁拳。哼哼，这次啊我一定要破了你的鹰爪拳。受教受教。我告诉你吧，我这鹰爪拳啊本来只有15招，今天我从这斗鸡身上又悟出了一招，现在可是16招，我得让你知道。这小老头啊是个武痴，从我记事儿起每隔三年就来找我爹比武，这比来比去大清都亡了，民国都十几年了，从来没答应过。我
拳吗？我看他就是鸡爪拳吧。你呀、啊，别管我是什么拳，能赢你就是好拳。哎，不跟你玩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你说清楚，你到底是鹰爪还是鸡爪呀？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我说，哎。教授啊，哎，我问你，与人对决取胜的关键是什么？力量和速度，速度比力量更重要。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废话，怎么才能打出速度呢？把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，竭力而发。无力偶力伤血。不速求速伤气，啊，高手过招就跟下棋是一个道理。在你落子之前已经想到对方三步五步甚至十几步以后的变化了。哎，正所谓意在先拳在后，一刀拳到。啊，力拙而易巧，力易而易难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呀、啊、再继续多练多悟啊，动动脑子。嘿，啊，好的教授，去吧，接着练啊，我转会儿啊。动脑子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没意思。教授，不玩了。你呀、啊，师傅喝水。老焦给你讲过拳理了。是，感觉怎么样？至理名言，教书遵循的权理可谓境界高深，权术与师父您比也不落下风，却不知道为何总不能赢。他呀，想赢的欲望太强烈了，有了欲望，心中便有了拘束。一道拳道固然精巧，却不能随心所欲。心拳同步，随心所欲，心拳同步。师父，怎样才能做到？要随心所欲，需减少私欲；要心拳同步，则需沉寂静心。这样心气合一，
则手眼身法步才能融为一体。所谓手脚自然，随我之意，不立则立，不速则速，这便是比圈的最高境界，更是不用思考，以心中自然之力击倒对手。切磋，踢馆。哼，去吧。正管的，年轻了些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踢馆，操了些。走。二位师父，嗯，我离开雄县说话也快三年了，我想回去看看。是该回去看看了。一个人回去路上不方便，最好呢还是有个人跟着啊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下山可以，得带上我。交给女婿就对了，啊！什么事儿让老爷犯愁了？倒也不是犯愁，保定李大帅要办个国术大赛，便邀武行各路高手。可惜啊，要是早个十年的话，我还能去。可现在，师父，您是何等身份？只要您往台上一站，还有谁敢上台？我看这国术大赛就是给您办的。油嘴滑舌。也好，本令啊，这次正好是你出头的机会。李大帅提出一个全民国术化的口号，要以国术强身强骨、强种强族。你要借此机会为我们郭家拳长脸，为我们雄县争光啊。爹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让郭家三十六式打出名堂。好，今晚我就和齐长老他们商议商议大赛的事情。这个香饽饽，很多人都等着抢呢。啊，你就不用跟着去了，没事儿多陪陪巧儿。话说，都已经三年了，我还等着抱孙子呢。是。老地方对付一宿，咱们明天出发。
别着凉。兰儿啊，回去歇着吧。我今晚有些头晕，没事儿，不要扰我。是。我担心这样下去，迟早出事儿。国术大赛的事还用得着他？一旦露了脸，你在武行里就能立住足了。你太小瞧我了。武行的出路终归有限。那李景三能从武行跨入军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落咱这鳖孙儿说是大户人家，这哪儿像大户人家？老大，要不咱们先进去瞧瞧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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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，弄错了，不是村东头第三家哦，是村西头第三家哎。老三，你别再搞错了。哎呀，大哥哎，这个绝对龟孙儿。哎，大哥没有错，绝对的大户。你看这大半夜的，他们护院的武功都非常的稀松，就我们四个人。哎，带路，带路。哎，好嘞。你好，哎。爬下来，爬。哎，哪来的朋友，装神弄鬼的？你不是好汉，出来，出来。咦。出来！俺睡得好好的，被你给吵醒了。那是老乡。兄弟是河北人。不是老乡。我就开个玩笑，莫怪，莫怪。虽然这李家是大户人家，但是人还不坏，请哥几个卖个面子。哎，家里还有一扇肉，咱炖一炖，喝几杯怎么样？兄弟，既然开口了，按理说我应该给你这个面子，可是俺兄弟们也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了呀。是啊，这世道都不容易。但是，为富不仁的多的是。
要不放过他们，哥几个倒别说碰碰运气啊。咦，这庄里没想到还有这种任务。对呀，哎呀，早知道这样俺兄弟们就不白跑这一趟了。可是既然来了呢，咱也不能白来。这关键呢是没有办法向家里人交代。对呀，这么说哥几个是不肯卖这个面子喽？兄弟，你可要掂量清楚啊！对，你就是武功再高，我跟你说，俺好几个人呢，你想清楚。要打出去的，别再坏我家东西。兄弟，你太自信了吧！一个人打四个人，你还空手，中不中啊你？这小子太厉害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兄弟们给我上上啊。你哎，谢谢陈烨，谢谢陈烨。好吃好吃。耶，恁几个鳖孙儿，看恁这几个吃相，那都不知道敬陈烨一杯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敬陈烨，敬陈烨，敬陈烨。对了，这就是哪个王八蛋把俺家的树给拔了？出来，王八蛋，给我出来，跑哪儿去了？各位乡亲们大家好啊，李大帅说得好啊，国术可强身，国术能救国，国术还能强中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着国术振我中华。现在我宣布国术大赛雄县选拔正式开始。好，你洪家拳算什么东西？南边来的小拳种也没参加国术大赛，也不撒完掌照照，别跟娘们似的，
光有嘴上功夫，甭上擂台了。今天一较高低，兄弟们上！你们城里可比我们那里好得多呢。师傅，师哥，师哥，真的是你？师弟，怎么回事？师傅呢？师傅他，师傅他怎么了？师傅他，告诉我，师傅他怎么了？你走之后，师傅的身体就一直不好。师姐也到处找你，在外面也不知道被哪个贼人坏了身子，自寻短见。师傅又恼又怒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贼人。没多久，师傅也去世了。师父，师妹，自证对不起你们。是病感的，等病好了，自然就没事了。总是不见好啊！病去如抽丝，老爷别多想啊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天还早，有些账目还没过。老爷病了，可家还得管呀。这个家。幸亏有你撑着呀。老爷说这个就见外了，好好养病，别多想啊。来，伺候老爷歇息。是。老爷躺下吧。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。如果不是我年少无知，我师父和师妹就不会丧命。我一定要把那个人找出来。你不要太自责了，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查清楚的，慢慢查，我陪着你。
今天突然觉得他好可怜。他打你的时候觉得你可怜吗？可是最近老做噩梦，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他不死就没我们的好日子过。你可知道我们这是在拿命玩？你我的出身不玩命玩什么？你这么晚还要出去？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在厨子里，我一会儿拿给你。好。哎，您坐，您坐，看我给您带什么好吃的。啊，有您最喜欢吃的豆腐干、云片糕，还有鸡腿。这么晚了，还过来做什么？你是入赘的，别总往外跑。嗨，没事，等过几天我就把您接过去住。净说胡话。来，尝尝。虽然如今日子好过了，也别乱花钱。好。来来来，娘，您尝，我喂你。好好，好吃。好吃吧？好吃，你也吃。真的是你，我忍不住。你的腿全好了。老天给了我陈子正再造为人的机会。太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你应该早点来找我。我问你，叶禅是怎么死的？叶禅，这事怪我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他。你走之后，他来找过我，是跟他爹吵架跑出来的。他让我一定要找到你，我四处找你都找不到，不料却听到了他出事的消息。我后悔啊，我后悔当初没有劝他回家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叶禅，我对不起你。
两位师傅怎么来了？都等你半天了。子胜，拜见两位师傅。来来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起来。这进城了，礼数还给多了。教授，赶紧坐。你也坐啊。两位师傅近来可好？一切都好。这次国术大赛你可知道？啊，一进城就听说了，是保定的李大帅筹办的，由乡到县到省层层选拔，选拔刚开始街上就已经打开花了。这李景森可是剑仙宋启臣的高徒，确实受过武当剑的真传，他可是武行中唯一一个爬到高位上的。他呀，就是打着强身、强国、强足、强整的旗号，号召全民习武，以此来扬国威。这武术要是能强国、强足、扬国威的话，咱还能让洋人欺负近百年啊！是啊，当年闹义和拳，眼见着好些个身怀绝技的老哥们儿，被人家一颗子弹就报销了。说白了，他就是借着武术比赛这场面愚弄百姓啊，顺道呢在武行里挑一些年轻的后生为他所用。子章，这次大赛你怎么看？我师妹的事到现在都没有头绪，我想好好查一查。再说，师父留下的武馆败落了，我得重振武馆。这扬名之前呢，什么全经要义，都是狗屁。扬名之后呢，什么狗屁，它都成了全经要义啊。要想重振武馆，你得先打出来。对，打出来。我再想想。国家三十六式算是露脸了，师兄，这次国术大赛你一定能争得头牌。师兄威武！是啊，是啊，师兄，是啊，师兄。我跟师傅有点事儿，都散了吧。是。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我碰到陈子正了。陈子正，他还活着？我担心他是冲着国术大赛来的。一个废人，不用管他。他的伤已经全部好了，一定是在外面遇到了高人。就算伤好了，也不见得有什么真功夫。再说，想要打到最后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那万一呢？我爹他们说的没错，要想重振武馆，就得先打出来。况且，你师父和师妹泉下有知，
也一定希望你能放下包袱，重新振作起来。十几天了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有记者撰文批评本次国术大赛，说您把国术当作工具，用自欺的方式来提升民众的自信。哼，有些事情就算没用也要做给人看，有时候民众喜欢自欺，就顺他们意好了，这些道理他们哪里懂得。要不要？不必了，没有群众的反对声，怎么显示出我们的开明？还有吗？哦，对了，本次大赛上出了一个名叫陈子正的武士，听说此人喜欢线人膀子，四轮比赛四个武士的膀子都被他线了。有这等事？嗯，比赛结束后又被他当场上好了。什么门派？说是自创的鹰爪番子拳。我觉得此人实在是傲慢，年纪轻轻就妄称自创拳法，与人对战还加以羞辱。你懂什么？鹰爪拳的高手可以分筋错骨，他卸人臂膀其实心存善念。三天后是决赛日了吧？是。鹰爪番子拳，敢自称创立了新拳，几年不见倒是大有长进啊。本烈有没有把握？不好说。让他露了脸，咱们郭家的脸往哪儿搁？得想办法阻止。爹，您看要不这样？一个偷权贼，他有什么资格参加国术大赛？郭师傅说的对啊，真让这陈子正拿了头牌，咱们雄县武行那算是结结实实被打脸了。所以请几位过来，就是合计着拿个主意，不能再让这个陈子正这样下去了，这似乎有些不妥吧。那陈子正过去是偷权，可也因此受了罚，遭了罪。何况这次是以鹰爪番子拳打擂，咱们不让人家参赛，这理由似乎有点站不住脚啊。哼，什么鹰爪番子拳？在外面学了几手鹰爪拳啊，再加上过去番子拳的一点底子，竟敢说创立了新拳种，这小子也有点太狂了吧。在下倒是有个提议，咱们不如这样，联合全县的武士联名向李大帅写一封请愿书，取消陈子正的参赛资格，大家意为如何呀？对，我们把请愿书递上去，如何定夺交给李大帅吧。哼，一群老顽固，他们不让陈子正打，我偏让他打。毕竟是二十几位老资格的拳师，恐怕不好回他们。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我要的是人才。偷拳怎么了？有本事他们把鹰爪番子拳也偷了，让他们也创出一个
拳法出来我看看，不但让他参赛，我还会亲自去看。哎，老板，开间房。他是你什么人啊？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？他是咋了？这是？哦，病了，到城里来看大夫，刚吃了药。病了？那你这样，把他叫醒。他要是能证明是你媳妇儿，我就给你开房。嗯，这啥意思嘛？这是我媳妇儿还能有错？我们家这句话特别……这刚灌的药，咋能叫醒啊？那就是没法证明呗，没法证明我就不能给您开房。哎，那您请吧，您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我还不住了呢，我嘿，我就这么开店了，你管着吗你？哎，老板，这人家揽客都来不及呢，你咋还往外撵呢？你懂什么？三年前也有一对男女喝多了，就在咱这过了一宿。第二天呢，听说那女的在外面吊死了。哎呦，是吗？幸亏没死在咱们店里，我想想就晦气。行了行了，干活去。好嘞好嘞。嗯，哎哎，子正子正子正，站住站住，子正子站住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犯浑，告诉你，现在不比从前了，报复杀人是要被官司的。明天到了擂台上，签了生死状，名正言顺地收拾他，替你师父师妹报仇。让开，让开！哎，混蛋，你小子还敢跟师父动手？让他去！经历这么多事情，我以为你能成什么大才呢，原来还是一个市井莽夫。算我看走了眼，都别拦着他，让他师父和师妹好好看看，看他如何报仇。如何重振武馆？这营长范子权真的是无人能敌了。请愿挡不住，那就只能靠自己了。你有几成把握？五成。我再给你加两成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千万别用它。唉，都几十年没用过了。接到府里去住，好好的想想清福。Thank you.
没想到当年寄人篱下的两个穷小子，打到最后，出卖我可以，叶禅的死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看来你还是放不下当年的事。难道浮生可战，你能放下？那么今天，我们就只能有一个人站着走下去了。大帅，请慢。陈子正，斗胆当众，向大帅说几句肺腑之言。讲。大帅想要借国术扬我国威，却不知道这次大赛劳民伤财，练武之人习的是武，练的是心。你争我夺，到最后却只是为了图一个虚名。以小民之见，习武强身尚在其次。要强国、强种、强族，必须要广开民智，剔除几百年来固步自封、内斗内耗的陋习。只有心站起来，身才能真正站起来。
快快快